台北市桂林鹿邸的堤外河滨公园，这已经办了好多年的挂包级的这个尾牙宴、街友宴呢。今年呢，这物资已经陆陆续续到齐了，主要因为从今天开始呢，就有4天的时间要办千桌来招待街友们，也可以过个好年。台北万华挂包级办板豆招待街友呢，或者是失业者，就从今天早上10点钟开始，要一连举办4天的时间，预估可以破千桌，可以说是规模历年之最。从今天开始，大年除夕、初一、初二，有4天的时间，每天早上10点钟，还有下午3点钟，各开一场宴席，每一场宴席起码席开125桌，那么座位坐满的就立刻可以菜就可以立刻上了，大家都不必等，这个有需要或者是想要去尝尝的话可以过去。好，再来掌握的